Leçon 9, appel,第九课，打电话。大家好，上一课是复习课，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些电话用语和购物的日常用语。首先，还是请看一段 Flash 动画。Merci d'appeler Pizza Pino. Puis-je vous aider? Oui, puis-je commander un repas? Oui, bien sûr. Je voudrais deux pizzas moyennes avec des olives et du jambon. Ce sera tout? Plus une bouteille de Coca-Cola de 2 litres. Vous voulez du pain avec ça? D'accord. Cela fera un total de 17,80 €. Votre adresse? 140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Combien de temps cela prendra? Environ une demi-heure. Merci. Merci de votre appel. Bonne soirée. 看完了动画之后，我们来学习这一课的对话里面出现的一些词汇。我们从第一个动词开始。第一个动词是 aider。aider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帮助。aider 这个动词的用法一般是aider quelqu'un 后面加介词 à， 这句话的意思是帮助某人去做某事。例如 il m'aide à déménager， 他帮助我搬家。 je l'aide à travailler， 我帮他工作。第二个单词仍然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 commander。 commander 这个动词的含义是订购。例如我们可以说 commander un repas，订一顿饭，订餐，点菜。第三个单词就是我们刚才在例句里面使用过的和吧，和吧是一顿饭。例如吃一顿饭，我们可以说 prendre un repas， 饭后叫做 après le repas。 下面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 pizza。 pizza 是从意大利语变成法语的一个单词，它的意思是披萨。披萨本来是意大利人喜欢吃的一种食品，法国人现在也很爱吃。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moyen 的，它的意思是中等的、中等大小的或者中等长短的，都可以用这个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的后面。例如 je suis de taille moyenne， 意思是我是中等身材的。下面一个是名词 olive 的意思是橄榄。在中国，橄榄是一种零食，但是在法国，橄榄其实是一种调味品。下面一个是名词 jambon 的意思是火腿。下面一个是名词 budaille 的意思是玻璃瓶。 budaille 可以当作名词来用，有时候也当作量词来用。例如 une budaille de vin， 一瓶酒。 une budaille d'eau， 一瓶水。下面一个名词叫做 Coca-Cola 就是我们平时喝的可口可乐，跟刚才的 budaille 也可以搭配起来，与那 budaille 的 Coca-Cola， 那就是一瓶可口可乐。下面 un litre 是一个量词， litre 的意思是升，一升。例如 un litre de lait， 一升牛奶。 un litre d'eau， 一升水。下面一个还是名词，这个名词叫做 pain 的意思是面包。法国人吃的面包主要有两种，早餐吃的叫做 croissant， 中文叫做牛角面包，而午餐和晚餐吃的叫做 baguette， 中文叫做棍子面包。下面一个是形容词 total 的意思是总计多少，一共多少。希望大家注意 total 这个形容词的性数变化也是比较特殊的， total 的复数变成 total， 这是法语中的一个特有现象，以 al 结尾的名词或者形容词，它的复数总是变成 aux。 下面是一个数词 17 的意思是17，其实这个数词是一个复合单词，它的前面一部分是 this， 就是10的意思，后面一部分 set 就是7，加起来就是17，很好理解。
下面一个是法国人现在所使用的货币单位，叫做 euro。 从前在2002年之前，法国人一直使用 franc 法郎作为货币单位，但是从2002年1月1日起，法国人使用的货币从 franc 变成了 euro， 从法郎过渡到欧元。现在不仅法国，全欧盟的国家都使用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单位。下面一个名词叫做 adresse。 adresse 的意思是地址。我们平时经常问 Quelle est votre adresse， 这句话就是你的地址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家住在哪儿。最后一个名词叫做 soir。 soir 的意思是晚上。 soir 这个词可以跟我们从前学过的只是形容词 se 搭配在一起， ce soir 的意思就是今天晚上。如果说 demain soir， 那就是明天晚上。还有 hier soir， 就是昨天晚上。除了以上的单词以外，在这一课我们还需要学习法语的数字。数字一到数字二十，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zero zero 零， un un， une une， 一， deux deux， 二， trois trois， 三， quatre quatre， 四， cinq cinq， 五， six six， 六， sept sept， 七， huit huit， 八， neuf neuf， 九， dix dix， 十， onze onze， 十一， douze douze， 十二， treize treize， 十三， quatorze quatorze， 十四， quinze quinze， 十五， seize seize， 十六， dix-sept dix-sept， 十七， dix-huit dix-huit， 十八， dix-neuf dix-neuf， 十九， vingt vingt， 二十。那么希望大家注意的，首先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数词里面很多都是特殊发音的，包括 cinq six sept huit dix， 这些单词的发音希望大家熟练掌握。那么除此之外，法语之中十六以前的数字每一个数字是一个单独的名词，但是从十七开始就都是复合名词。十七我们刚才学过叫做 dix-sept， 实际上是十加上七就等于十七。那么十七以上的数词就没有必要背诵了，它总是以十位加上个位的形式。当然我们学到六十七十八十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有哪些重要的语法点。这课需要掌握的第一个重要的语法点叫做动词变位。我们刚才在单词表里面读过的动词都是未经变位的原型动词，一般叫做不定式，例如我们刚才读过的 aider commander 等等。动词用在句子里的时候要按照语式时态人称等等改变它的形式，这种变化就叫做动词变位。法语的动词从动词变位的角度来看呢，可以分成三组动词。三组动词之中的每一组都有很多。第一组动词的特点，它都是以 er 结尾的动词，这种动词的变位都是规则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说第一组动词都是以 er 结尾的，并不意味着 er 结尾的都是第一组动词。
以 er 结尾的动词之中，大部分属于第一组，也有一部分属于第三组。例如我们之前学过的动词 alle 去这个动词，它虽然也是以 er 结尾，但是这个动词是不规则变位的，属于第三组。第二组动词是以 er 结尾的动词，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 er 结尾的动词都属于第二组。例如我们前学过的 venir 虽然是 er 结尾，但是它也是第三组动词。第三组动词都是不规则动词，第三组动词的变位我们必须一个人称一个人称的背才能来掌握。我们下面来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第二条语法点，这是形容词的一样性。法语中的形容词要与它所修饰的名词性数一致，无论放在名词的前面还是放在名词的后面，都要跟这个名词进行性数的配合。例如下面两句话， L'hiver est long， 这句话的意思是冬天很长。这句话的主语 L'hiver 是一个阳性单数的名词，那么表语 long 这个形容词同样采用阳性单数的形式。第二句话， Ce sont des revues françaises， 这些是法语杂志。在这句话里面，名词 revue 是阴性复数的形式，那么形容词 française 也要跟它进行配合，后面要加上 a 再加 s。 刚才说到了 française 从阳性单数变成阴性复数，在词尾加了一个 as，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形容词阴性一般是按照什么规律构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形容词从阳性变成阴性是在阳性的形容词后面加上 a， 例如 froid froid， bleu bleu， 添加的这个 a 有可能影响形容词的发音，也有可能对形容词的发音没有影响。但是如果这个形容词阳性形式就以 a 结尾的话，变成阴性的时候它的词形没有变化。例如我们以前学过的形容词 agréable 以及 jeune 这两个形容词，阳性形式就是 a 结尾，变成阴性仍然是 agréable jeune， 其实没有任何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形容词的阴阳性变化比较特殊的，例如 bon bonne， bon 这个形容词变成阴性的时候需要双写词尾的 n， 然后再在词尾加上 a。 do douce， do 这个形容词变成阴性的时候词尾的 x 要变成 c， 后面再加 a。 long long 这个形容词 long， 我们以前学过的形容词 long 长这个形容词，它变成阴性的时候要先加 u 再加 a。 beau belle 这个形容词就更加特殊了，把词尾的 a u 去掉变成 l a， 这是这个形容词的阴性形式。那么遇到这种特殊变化的形容词呢，希望大家背单词的时候就记住它的阳性和阴性分别是什么形式。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互动练习环节，同样请两个同学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练习。好，我们假设这两位同学一个是售货员一个是顾客的关系，做一个对话。 Voulez-vous du pain avec ça? D'accordCela fera un total de 10 euros.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请两位同学跟我再读一遍。Voulez-vous du pain avec ça? Voulez-vous du pain avec ça? D'accord. D'accord. Cela fera un total de 10 euros. Cela fera un total de 10 euros.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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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同学。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这课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人打电话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习惯。打电话的时候跟我们平时面对面交流是不一样的，由于双方没有面对面，通话的时候双方可能不是很熟悉。如果打电话的场合又是公务电话的话，需要注意电话礼仪。接听的时候询问对方的姓名和身份，我们可以使用 c'est de la part de qui， 也可以说 qui est de la part rien， 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前学过的 vous êtes monsieur vous êtes madame。
当对方找的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Je suis désolé， 同时还可以问对方 Vous voulez laisser un message？ 您要留言吗？ Je peux prendre un message？ 我能记一下留言吗？或者 Est-ce qu'il peut vous rappeler？ 他能给您回电话吗？有些电话有自动打录功能，因此可以 laisser un message sur le répondeur， 在电话留言机上留言，等主人回来之后可以 consulter le répondeur， 查询留言机。好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主要学习了法语中的电话用语。 Merci, au revoir， 咱们下课再见。 Leçon 10 Invité à dîner， 第十课做客。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一些法语的电话用语，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来看看法国人是如何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的。首先还是请大家看一段 Flash 动画。Bonjour Bertrand, comment ça va? Bonjour Alain, ça va très bien. J'aimerais t'inviter à dîner chez nous avec Marguerite vendredi prochain. C'est entendu, nous n'y manquerons pas. Qu'est-ce que nous pouvons apporter? Qu'est-ce que je vous sers comme apéritif? Voici du whisky, du martini, du gin, du porto, du jus de fruits. Je veux bien un petit whisky. Et moi, un jus de fruits. Passons à table. Marguerite, c'est ta place. Merci. Mets-toi ici, Bertrand. Merci. Ce soir, c'est une rencontre entre amis et faite comme chez vous. À votre santé. Santé. 下面我们学习一下动画中出现的一些生词。这课出现的第一个动词是动词 aimer。aimer 的意思是爱、喜欢。安慰这个动词后面既可以加名词，也可以加动词不定式作为它的宾语。无论是加名词还是加不定式，都是不需要用介词的。例如 J'aime le café， 我喜欢咖啡。 J'aime le thé， 我喜欢茶。我们同时也可以说 J'aime nager， 我喜欢游泳。第二个动词是动词 inviter。Inviter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邀请，它的用法是 inviter quelqu'un à， 邀请某人去做某事。à 后面可以加动词，也可以加地点。例如 Je vous invite à danser， 我邀请您跳舞。 Je vous invite au restaurant， 我邀请您去餐厅吃饭。 Je vous invite au cinéma， 我邀请您看电影。这一课出现的第三个单词是名词 vendredi。 vendredi 的意思是星期五。这个单词以及其他的表示星期几的单词放在一句话里面，如果做时间状语的话，既不需要加冠词，也不需要加介词，直接用 vendredi 就可以做一句话的时间状语。下一个是形容词 prochain。 prochain 的意思就是下一个。例如 la semaine prochaine， 下个星期。Le mois prochain， 下个月。下一个是动词 manquer。 manquer 的意思是不在、缺席。下一个动词是 apporter。 apporter 的意思是带、带来。下面一个是名词 apéritif。 apéritif 是法国人所喝的开胃酒，开胃酒是在一顿饭之前喝的，起到一个增加食欲的作用。在开胃酒里面我们可以选择的有Whisky， 威士忌 ；Martini， 马提尼酒 ；Porto， 波尔图甜葡萄酒。法国人在一顿饭结束之后，往往还吃一点甜品。这个甜品可以是 fruit， 水果。下面我们看一个生词 ，plus。plus 的意思是座位。下面一个单词叫做 ami。ami 的意思是朋友。ami 的形式有阴性，有阳性，阴阳性的发音是一样的，都是阿密，但是写出来的话，阴性比阳性的阿密要多一个
阿密的意思是朋友。这一课我们要学的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santé， santé 的意思是健康。如果我说 je suis en bonne santé，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我身体很好。在祝酒的时候我们经常说 à votre santé， à votre santé 的意思就是祝您健康。接下来我们学习法语一周七天中每天的表达方法，请大家跟我读 lundi lundi 星期一， mardi mardi 星期二， mercredi mercredi 星期三， jeudi jeudi 星期四， vendredi vendredi星期五， samedi samedi 星期六， dimanche dimanche 星期天。刚才学的表示星期几的这七个单词都是名词，但是放在一句话里面，如果做时间状语的话，可以不加冠词也不加介词，直接使用。如果你要表示这个星期的星期几的话，可以在名词前面加上我们以前学过的只是形容词 se， 例如 se lundi 就是这周的周一， se mardi 就是这周的周二。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其他的形容词，例如 lundi dernier mardi dernier， 分别是上一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而 lundi prochain mardi prochain 则是下个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二。如果不知道今天星期几的话，可以提问 Quel jour sommes-nous aujourd'hui？ 那么这句话的回答可以用 Aujourd'hui c'est， 也可以用 Aujourd'hui nous sommes 来回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动词 inviter 的用法。 Je n'ai pas d'argent pour t'inviter au restaurant，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没有钱请你去餐厅吃饭了。Inviter 这个动词的用法是 inviter quelqu'un à， 表示邀请某人去什么地方或者邀请某人做什么事情。 Je vous invite à dîner， 这句话就是我要邀请您来吃晚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有哪些语法点。首先第一个语法点是形容词的复数，形容词的单复数是取决于它所修饰的名词，名词如果是复数的话，形容词也得变成复数。那么形容词的单复数变化一般是在单数后面加上一个 s， 但是这个 s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发音的，例如 show show， 单数的 show 复数的 show 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写出来的时候复数的 show 在词尾要加一个 s。 showed showed 这是这个单词的阴性单数和阴性复数的两种形式，发音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 showed， 但是阴性复数的 showed 词尾是 es。 如果这个形容词的阳性单数就是 x 或者 s 结尾的话，阳性复数的形式跟阳性单数的形式是一样的，例如 un ami heureux 变成复数形式 des amis heureux， ami 名词变成复数了， heureux 也变成复数了，但是 heureux 的形式是一样的。Un ami français, des amis français。 français 这个形容词是 s 结尾，它的复数跟单数的形式也是一样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法语中形容词的位置。法语中的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应该放在名词的后面，例如 un professeur anglais， 一个英国老师。 anglais 这个形容词是放在名词 professeur 后面的。Le ciel bleu， 蓝色的天空， bleu 这个形容词也是放在 ciel 的后面。但是有少数常用的单音节双音节，也就是说这种比较短的形容词往往是放在名词前面的，例如 la belle saison， 美丽的季节，形容词 belle 出现在名词 saison 的前面。 une bonne récolte，
好收成。形容词 bon 同样出现在名词 hei gao 的之前。类似的形容词常见的还有 grand 大的 petit 小的 long 长的 court 短的等等。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复数的形容词放在名词前面的话，不定冠词 de 需要变成 de。 平时我们说有一些花朵叫做 des fleurs， 但是如果说一些美丽的花朵叫做 de belles fleurs， 也就是说本来是不定冠词 de， 如果 belle 放在 fleurs 的前面， de 就要变成 de。 好，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了一句话叫做 faites comme chez vous， 这句话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第三组动词 faire。faire 这个动词它的变位是非常特殊的，请大家把 faire 的变位跟我读一遍， je fais， je fais， tu fais， tu fais， il fait， il fait， elle fait， elle fait， nous faisons，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Vous faites. Ils font. Ils font. Elles font. Elles font. 好，我们刚才读了一遍动词 faire 的变位。faire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做，做某件事情，一般后面加名词作为它的宾语。比如说 ，Je fais mon travail， 我做我的工作。我们在课文里面见到这句话 faites comme chez vous， 这句话的意思是请你跟你在你家里一样做，不要客气。下面进入这一课的互动练习环节，请两位同学上来和我一起做这个练习。好，我们下面以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为场景做一个对话。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onjour, ça va très bien. J'aimerais t'inviter à dîner chez nous vendredi prochain.Avec plaisir. Qu'est-ce que je te sers comme apéritif? Un peu de Bordeaux, s'il te plaît. Passons à table, c'est ta place. Merci. 好，谢谢两位同学。两位同学的发音还不是非常的标准，请大家跟我再读一遍。Bonjour, comment ça va?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onjour, ça va très bien. Bonjour.Ça va très bien. J'aimerais t'inviter à dîner chez nous vendredi prochain. J'aimerais t'inviter à dîner chez nous vendredi prochain. Avec plaisir. Avec plaisir. Qu'est-ce que je te sers comme apéritif? Qu'est-ce que je te sers comme apéritif? Un peu de Porto, s'il te plaît. Un peu de Porto, s'il te plaît. Passons à table, c'est ta place.Passons à table, c'est ta place. Merci. Merci. 好，merci，谢谢两位同学。Merci. 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走进法国这个环节。在这一课里面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人非常自豪的他们的葡萄酒。法国人喝酒是非常讲究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会识别酒瓶上的标签，比如某种酒的类别 category， 度数 degré， 产区Origin 等等。酒瓶标签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代号，有 ROC， ROC 这种是法定产区酒，有 ROC 的都是高档名酒，后面通常带有产区名。第二种叫做 ROVDQS， 这种酒叫做优良原产地餐酒，是优质酒，比 ROC 要低一个档次。比优良原产地餐酒更低一个档次的叫做 Vin de Pays 以及 Vin de Table， 这两种酒叫地区葡萄酒，普通消费酒。这两种酒可能是由几种不同的葡萄混合酿造而成的。法国著名的葡萄酒有几种，阿尔萨斯葡萄酒 Vin d'Alsace， 波尔多葡萄酒 Vin de Bordeaux， 勃艮第葡萄酒 Vin de Bourgogne 等等。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品尝一下法国著名的葡萄酒。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的是
法国人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以及去别人家里做客所使用的一些礼仪。在下一课里面，我们将要学到的是天气的表达法。Merci, au revoir, 大家再见。Leçon 11, il fait très chaud aujourd'hui. 第十一课，今天很热。大家好，在这课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法语中季节和天气的表达法。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段 Flash 动画。Il fait très chaud aujourd'hui. Oui, nous sommes au plus fort de l'été ces jours-ci. Il fait chaud et lourd. Ouvrez les fenêtres et la porte. D'accord. Vous savez qu'en été, le temps d'ici est très humide et il pleut peu. On souffre tellement de la chaleur. Il n'est presque pas tombé une goutte d'eau depuis 2 mois.La semaine dernière, je suis allée dans la banlieue. La sécheresse a fait mourir le riz.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n été, il a toujours fait très sec. Vous voyez, il va pleuvoir. Quel orage opportun! Oui, c'est très utile au riz. 接下来，我们学习动画中出现的生词。这课的对话里面，我们遇到的生词有形容词 show, showed, 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热的。第二个单词是 aujourd'hui, aujourd'hui 是一个副词，它的意思是今天。第三个单词是形容词 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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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是强烈的。fort 如果用来形容人的话，Fog 的意思可以表示一个人是强壮的。下面一个是名词 A day， A day 的意思是夏天，一年四季之中的夏天就叫做 A day。 下面是一个形容词 lo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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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rd 这个形容词本来是表示沉重的，但是如果用来表示天气的话， lourd 表示天气非常的闷热。下面是一个动词 ouvrir，ouvrir 的意思是打开。ouvrir 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一般加一个名词作为它的宾语。例如 ouvrir la fenêtre， 打开窗户。ouvrir la porte， 打开门。ouvrir la valise， 打开箱子。下一个是形容词 humid， humid 的意思是潮湿的、湿润的。下面一个是动词 souffrir。Souffrir 的意思是受苦、忍受。Souffrir une maladie， 忍受疾病。下一个是副词 tellement， tellement 一般放在形容词和副词前面，表示这样的、如此的。例如 tellement chaud， 如此的热。tellement fort， 如此的强烈。下面一个是名词 chaleur。Chaleur 的含义同样也是热，跟我们刚才学过的形容词 chaud 类似，但是 chaud 是一个形容词，而 chaleur 是它的名词形式，这是一个阴性名词。下一个是副词 presque， presque 的意思是几乎、差不多。下一个是动词 tomber， tomber 的意思是从上往下落、从上往下降，或者甚至 tomber 可以表示跌倒。我们平时说 tomber par terre 的意思就是摔倒在地。下一个是名词 goutte， goutte 的意思是一滴、一滴水。下面一个是名词 eau， eau 的意思就是水。如果说 une goutte d'eau， 那就是一滴水；如果说 une bouteille d'eau， 那就是一瓶水。下面又是一个名词 semaine， semaine 的意思是一周、一个星期。下面是形容词 dernier， dernière， 形容词 dernier， dernière 跟我们以前学过的 premier， première 正好是反义词。 premier 的意思是第一个，而 dernier 的意思是最后的、最近的。注意 dernier， dernière 这个形容词的阴阳性变化也是非常特殊的，
变成阴性形式，要在倒数第二个字母 a 上面加上开音符，然后再在词尾加上 a dernière。 下面一个是名词 banlieue， banlieue 的意思是郊区，在城市的郊区。下面一个是名词 sécheresse， sécheresse 的意思是干旱旱灾。下面一个是动词 mourir， mourir 的意思是死亡。下一个是名词 he， he 的意思是稻谷，也可以是我们平时所吃的米饭，大米、稻谷，这两个单词都是 he。 下一个是形容词 sec， sec 的意思是干燥的。希望大家注意 sec 这个形容词的阴性也是比较特殊的， sec 的阴性应该变成 sesh， 在 a 上面加上开音符，然后在词尾加上 ash a 这两个字母 sec sesh。下一个是动词 pleuvoir， pleuvoir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下雨。 pleuvoir 这个动词的特点是只能用在无人称句里面。下面一个是名词 orage， orage 的意思是雷阵雨、暴风雨。下面是形容词 oppor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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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rtun 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及时的。那么把名词 orage 跟形容词 opportun联系起来 ，un orage opportun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及时雨。最后一个形容词 utile， utile 这个形容词的意思是有用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表达季节和天气时常用的一些基本句型。首先我们看季节的表达法，一年的四季，春天叫做 printemps， 夏天叫做 été， 秋天叫做 automne。而冬天叫做 hiver，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如果要表示在这几个季节，也就是说用一年的四季来做一句话的时间状语的话，这四个季节要使用不同的介词，其中 printemps 使用介词 au， 也就是说在春天应该说 au printemps， 而其他的三个季节都应该使用介词 on， 在夏天 on été， 在秋天En automne， 在冬天 en hiver。 刚才我们学习了季节的表达法，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天气状况的表达法。表达天气状况一般都需要使用无人称句，我们以前在表达时间的时候见过无人称句以类，当时也讲过无人称句的主语总是无人称主语以了，在无人称句里面这个主语意了，它并不代表某个具体的人，也不代表某个具体的事物，它只是在语法作用上起到一个主语的作用，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那么表达天气的时候，我们常用到的是两个无人称句，第一个是 il fait， 例如 il fait chaud， il fait froid， il fait beau， il fait mauvais， 这四句话的意思分别是天气热、天气冷、天气晴朗、天气糟糕。 il fait 在大多数情况下后面应该加形容词。第二个表示天气状况的无人称句是 il y a， il y a 跟 il fait 的区别在于 il y a 后面大部分情况下应该加名词，例如 il y a du vent 有风， il y a du brouillard 有雾， il y a de la pluie 有雨。除了这两个无人称句最常用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无人称动词专门是用来表示天气的，例如我们刚才学过的 pleuvoir， il pleut 下雨，以及 il neige 下雪， il gèle 结冰等等。总而言之，表示天气一般来说都需要使用无人称句。如果询问天气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quel temps fait-il，今天天气怎样？ Que dit la météo？ 天气预报怎么说？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有哪些语法点。我们在这一课需要掌握的第一个语法点是动词的命令式。动词的命令式表示对对方的命令或者是请求。命令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人称比较少，
动词的命令式一般只有第二人称单数，也就是 du， 第一人称复数，也就是 nu， 第二人称复数，也就是 vu， 这三个人称。而且命令式的最大特点是，命令句总是不出现主语的，去掉这三个人称，直陈式现在时的主语就构成了动词的命令式。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ai 和结尾的动词，第二人称单数的命令式词尾要去掉 s。例如动词 parler， 在直陈式里面 ，parler 变成 du parle， nous parlons， vous parlez 这三种形式，而这个动词的命令式应该变成 parle， parlons， parlez。也就是说，首先要把这个动词的主语给去掉。除此之外，在第二人称单数的 parle 后面是不加 s 的。如果是否定命令式的话，跟其他的否定句是一样的，在动词的前后分别加上 ne 和 ba 这个否定形式。刚才我们见过的动词 parle， 它的否定形式应该变成 ne parle pas， ne parlons pas， ne parlez pas 三种形式。希望大家注意的问题还有，有些动词的命令式是非常特殊的，跟动词的直陈式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见过的动词里面有动词 at 和动词 avoir。 at 这个动词的命令式应该变成 soit， soyons， soyez， 而 avoir 这个动词的命令式应该变成 est， ayons， ayez。特殊变化的动词命令式只能是靠大家的记忆。我们在这一课需要掌握的第二个语法点叫做缩合冠词。当定冠词 了、定冠词 les 前面有介词 a 或者介词 的 的时候，应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词，这种形式就叫做缩合冠词。例如介词 a 加上定冠词 了 变成 o， 阿玉 o， 而介词 a 加上定冠词 les同样也读 o， 但这个 o 是复数的 o， 写出来是 aux o。 介词 the 和定冠词 les 缩合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变成 they。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能够缩合的冠词只是定冠词 了 和定冠词 les， 也就是说是阳性单数和复数的这两个定冠词。定冠词 la 碰到介词 a 碰到介词 the 是不缩合的。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定冠词跟名词之间有省音现象的话，它也是不缩合的。请看下面这两个例句。 On fait beaucoup d'exercices au laboratoire。 这句话里面介词 a 和 laboratoire 的定冠词 了 缩合在一起变成了 o。 C'est le stylo du professeur Li。 这句话里面介词 de和 professor 的定冠词 了 缩合在一起变成了 du。 我们这一课要掌握的第三个语法点是无人称句。我们刚才在表达天气的时候已经见到了很多无人称句。无人称句的特点是它的主语总是无人称代词 il， 在这句话里面无人称代词 il 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而在无人称句中的动词一律应该按照第三人称单数来变位。请看下面这个例句。Il y a toujours des embouteillages le matin。 这句话的意思是早上总是很塞车。这句话里面的 il y a 表示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或者某个时间有什么东西。这句话的主语 il 已经完全失去它的本意了。好，下面进入我们这一课的互动练习这个环节，请两位同学上来和我一起做这个练习。好，请两位同学来讨论一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Quel temps fait-il aujourd'hui? Il fait beau. C'est bien. Et quel temps fera-t-il demain? Que dit la météo? D'après la météo, demain il fera un grand vent et une averse. C'est dommage.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好，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在这一课的走进法国环节里面，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的气候。
法国这个国家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濒临大西洋，气候相对来说比较有变化。不同的气候类型将法国本土划分为四个大区，西部的巴伊恩的利勒，贝约纳里尔一带的海洋性湿润气候，夏季通常很凉爽。拉勒萨斯、阿尔萨斯、拉罗汉呢、洛林、勒后呢、罗纳河沿岸和高原地带，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和高原地带，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中央高原的半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北部巴黎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中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南部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夏季酷热。大部分法国人周末和假期的活动往往设在户外，对于他们来说，享受阳光已成为快乐生活的一部分。好，这一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Merci， 我们下课见 ，Au revoir。Leçon douze, je suis désolé。第十二课，抱歉。大家好，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法语中天气的表达法，在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用法语向别人道歉。首先，还是请看一段精彩的 Flash 动画。Je suis désolé pour mon retard d'aujourd'hui. C'est la troisième fois que tu es en retard depuis un mois. Je sais, je suis désolé. Tu peux me dire pourquoi ? Qu'est-ce qu'il y a ? Il y a toujours des embouteillages le matin. Ce n'est pas une excuse. Tu dois prévoir plus de temps pour venir ici. Vous avez raison, madame. Je ne serai plus en retard. Je l'espère. À demain, de bonne heure. 下面我们来学习动画中出现的生词。首先第一个是形容词 désolé。形容词 désolé 的意思是感到抱歉。我们经常说 je suis désolé，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很抱歉。第二个单词是一个名词 retard。retard 的意思是迟到。这个名词一般来说都跟介词 on 一起用。Je suis en retar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迟到了。下面是一个叙述词 troisième。troisième 的意思是第三的。下面一个单词是一个疑问副词 pourquoi。pourquoi 这个词的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pourquoi tu es en retard， 你为什么迟到。下面是一个名词 embouteillage。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交通堵塞、塞车。下面是名词 matin。 matin 的意思是早上。例如 ce matin， 今天早上。 hier matin， 昨天早上。 demain matin， 明天早上。下面是一个名词 excuse。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理由、借口。下面是动词 arriver。 arriver 的意思是到达。 arriver 后面一般加介词 à， 比如说 j'arrive à Paris， 我到巴黎了。下面是名词 raison。 raison 的意思是原因、理由。下面一个是动词 espérer。 espérer 的意思是希望。espérer 这个动词有两种用法。espérer 后面可以加动词的不定式。例如 j'espère aller en France， 我希望去法国。espérer 后面除了加动词不定式之外，也可以加一个从句作为它的宾语。这一课出现的最后一个单词是一个副词 demain。demain 的意思是明天。例如 demain matin，明天早上。 demain soir， 明天晚上。 à demain， 明天见。请大家把这课的单词跟我读一遍。
désolé, désolé. Retard, retard. Troisième, troisième. Pourquoi, pourquoi. Embouteillage, embouteillage. Matin, matin. Excuse, excuse. Arrivé, arrivé. Raison, raison. Espérer, espérer. Demain, demain. 下一课我们来看一下这课的对话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句型。C'est la troisième fois que tu es en retard depuis un mois. 这是你这个月第三次迟到了。C'est la troisième fois que 这个句型表示已经是第三次了。当然，这句话里面的 troisième 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叙述词，例如 C'est la première fois， 这是第一次。C'est la deuxième fois。这是第二次。这一课我们要掌握的第二个句型叫做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的意思是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需要掌握的有哪些语法点。这一课里面出现的第一个语法点是叙述词。叙述词的意思表示第一、第二、第三等等。叙述词的形式大部分是使用基数词加上后缀 iem 构成的，例如 deuxième, troisième, sixième, vingt-septième, centième 等等。但是某些以 a 结尾的基数词要去掉词尾的字母 a， 然后再加上后缀 iem， 例如 quatrième, onzième,douzième, trentième。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叙述词的形式是不规则的。例如，第一 ，premier， 跟基数词 un、une 的形式差得比较远。还有叙述词 cinquième、neuvième。vingt-et-unième 等等。注意基数词 un-une 变成的叙述词 unième 只能用在复合叙述词里面，不能单独使用。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第一的时候只能使用 premier 或者 première， 而当我们用到二十一、三十一、四十一的时候才能使用 vingt-et-unième、 trente-et-unième、 quarante-et-unième。叙述词中 premier、 première 表示第一的这个叙述词是有阴阳性变化的。除了这个叙述词之外，其他的叙述词是没有阴阳性变化的。例如 le premier jour， 这是 premier 的阳性形式。la première année， 这是 premier 的阴性形式。我们这一课需要掌握的第二个语法点叫做简单将来时。简单将来时表示在未来发生的某件事情。简单将来时这种时态的变位对于第一组和第二组动词来说是在动词的不定式词尾加上 RE RS R ONS AZ OND 这六个词尾构成的。但是对于第三组动词来说，简单将来时的词根部分是不规则的。常见的简单将来时不规则变位的动词有 avoir， 这个动词的简单将来时变成 j'aurai， être 简单将来时变成 je serai， aller 简单将来时变成 j'irai， savoir 简单将来时变成 je saurai， pouvoir 变成 je pourrai， vouloir 变成 je voudrai， venir变成 je viendrai， tenir 变成 je tiendrai， courir 变成 je courrai。 我们在对话中见到的 je ne serai plus en retard
这是简单将来时的否定形式。当然，否定形式跟我们以前学过的否定句是类似的，在动词两边分别加上呢、ba来表示否定。简单将来时在一句话里面一般表示未来所发生的动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使用简单将来时。第一种情况，用简单将来时表示承诺，例如我们在对话里面见到的 Je ne serai plus en retard， 我以后不会再迟到了，这实际上是学生对老师做出的一种承诺。第二种情况用来表示自己的决定，例如 J'irai plus à ce restaurant， 我以后不去这个餐厅了。第三种情况表示一种预测，例如 Il fera beau demain， 明天天气会很好。第四种情况表示一种委婉的命令或者请求，例如 Vous fermerez les fenêtres， 请你把窗户关上。在这四种情况下一般只使用简单将来时，不能用其他的时态来代替。第四种情况用来表示一种委婉的请求或者是命令，例如 Tu fermeras les fenêtres avant de partir， 请你在走之前把窗户关上。我们在这一课里面需要学习的第三个语法点叫做强调句。刚才在 Flash 对话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C'est la troisième fois que tu es en retard，这是你第三次迟到了。在这句话里面用到了一个强调句 c'est que， 在 c'est que 这个强调句里面被强调的部分应该放在 c'est que 的中间。那么 c'est que 这个强调句呢是用来强调一句话除了主语和动词之外其他的部分，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来强调一句话的宾语或者状语等等。例如 On a mangé du poisson dans ce restaurant hier soir avec Paul，我们昨天晚上在这家餐厅和鲍勒一起吃了鱼。那么这句话可以变成四种形式的强调句。第一种形式 C'est du poisson qu'on a mangé dans ce restaurant hier soir avec Paul， 这句话强调的是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餐厅跟鲍勒一起吃的是鱼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强调的是直接宾语 du poisson。 第二种形式的强调句可以变成C'est dans ce restaurant qu'on a mangé du poisson hier soir avec Paul，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跟 Paul 一起吃鱼的是在这家餐厅而不是其他的餐厅，强调的是地点状语 dans ce restaurant。 第三种形式的强调句 C'est hier soir qu'on a mangé du poisson dans ce restaurant avec Paul， 那么这句话强调的是我们跟 Paul 一起吃鱼是昨天晚上而不是发生在其他的时间，强调的是时间状语 hier soir。 第四种类型的强调句可以变成 C'est avec Paul qu'on a mangé du poisson dans ce restaurant hier soir，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餐厅一起吃鱼是跟 Paul 而不是跟其他的人在一起。法语中的强调句除了 c'est que 之外还有一个经常用到的强调句 c'est qui， 用来强调一句话的主语。那么被强调的主语跟这个 c'est que 的强调句类似，也应该放在 c'est qui 的中间。例如 Bernard est en retard aujourd'hui， Bernard 今天迟到了，可以变成 c'est Bernard qui est en retard aujourd'hui， 也就是说今天迟到的不是别人而是 Bernard。 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互动练习这部分，请两位同学上来和一起做练习。好，我们请这两位同学就道歉的主题做一个简单的对话。Je suis désolé pour mon retard aujourd'hui. C'est la troisième fois que tu es en retard ce mois-ci. Je sais, je suis désolé. Tu peux me dire pourquoi? Il y a toujours des embouteillages le matin. Mais ce n'est pas une excuse. Tu dois prévoir plus.De temps pour arriver ici. Vous avez raison, monsieur, je serai plus en retard. Merci, 谢谢两位同学。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走进法国。在这课的走进法国环节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下法国人是如何道歉的。法国人在公共场合道歉的话是无处不在的，表示道歉的用语
有 pardon, je suis désolé, excusez-moi 这三种。Pardon 是最普遍的，表示一般意义上的道歉，有时候也可以用来引起对方的注意。例如，在问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说 pardon。如果你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也可以说 pardon。如果你走路的时候碰见别人挡住了你的路线，想请对方让路的时候，也可以说 pardon。Désolé 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难过的、伤心的，所以 je suis désolé 表达的意思很委婉，相当于汉语中的我很抱歉、我很难过。而 excusez-moi 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道歉，它的意思是请您原谅我。说 excusez-moi 的前提是伤害了或者损害了对方的利益做出的道歉，和英语的 excuse me 表达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好，这一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同学们回去多加复习，谢谢大家。 Merci, au revoir.